当我们已经确定好我们要过人的点位的时候，我自己的习惯会喜欢把两只脚的脚掌都转向同一个方向。比如说我现在要过右边，我就会把两只脚都会指向我右边的方向。如果我要过的是左边，我就会全部都指向左边。但有一个状况是会尽量去避免的，就是如果我要过右边，我的左脚一定不会是一个外八的动作，因为外八的动作会让我没有办法很顺势的发力，我没有办法用到我全部大腿、小腿、屁股到脚掌、脚趾头的力量，我没有办法全部都推出去。如果我可以两只脚都指向同一个方向，我就可以很顺势的用我脚趾头的力量推蹬，让我的加速度可以再稍微快一些些。全台首个破千人线上篮球课，赶快留言获得7天免费试看。